台湾头可以再到台湾尾跳表收费，有民众从桃园机场搭车回苗栗，下车时问讲列印收据。谢谢搭乘，车资总数额共。没看错，车资65,000多元。 65,500，那我那么贵，就是它坏了吧？65,000多，我觉得这可以搭到哪里了？搭出国了吧？ NG 的乘车证明问讲及时拦截，但怎么会这样？问讲说，当天跳表显示2100块，但乘车收据却出现了65。出问题的乘车证明，单据长度硬是短人一截，车号显示乱码，车资65，里程42,900多公里，而且缺少通行费。走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，全长362公里，一天有可能跑110趟吗？表本身是正常的，可是列出来的部分是不对的，所以这 有可能是在列表机上面出了状况，到时候给客人之后会造成客人对这个东西上面的一个质疑。还有司机遇过列印出未来2106年的乘车单据，车资零元及1元，这可不是在玩收费折扣抽抽乐，而是列表机当了。 计程车跳表维修商私下表示，可能是印表机宕机或是 GPS 定点系统跑掉，才会出现乌龙单据。幸好驾驶及时发现，补印后都恢复正常，否则这比来回2趟欧美机票还贵的车资，还真没人负担得起。记者阿公杨曼寿讲，桃园报道。